今天回到我的高中，这场地非常好，然后我之前在这读书，今天回到这球场做一些球场训练，今天想做一些防守，这今天是最大的想提高的，就各种防守，全场防守，防守脚步转胯，包括一些 close up 防守，然后可能会配一点一打一的练习，最后再练点跳，然后再练力量。可以分享一下，到时候对不动说准备热身，然后继续进步，进步不能停。
现在刚练完防守和进攻，我操，腿都有点没劲了，因为防守变向，就脚底那个前脚掌那个老皮都感觉到有那个 friction， 就有点发烫，有点没有痛，可是今天次数很多，因为我是防守成功，进要连续两个我才一分，他们我如果防守不成功，我也不进，他们一分，所以很多球是我进一个，或者我防守成功没进，然后就没有算分，所以其实很多次数我们打到五分嘛，下次得掌握好，可能做三分，因为打了将近四五个点，很多很多下，然后现在再兴奋一下，练点跳，练点 plyometric， 就一些弹性训练，再去练力量。今天主要是想练底线的 baseline reverse 扣篮。不叫背扣，我不知道 reverse 叫什么，就底线勾出来，然后用个稍微矮点的框练点抓下。可是因为我已经练很多了，我得 cap the reps， 就是把最大强度的跳设个限制，要不然我会跳过了，所以虽然那球没进，现在就撤了，现在去练点力量，练点北欧挺，下午再力量练力量。 so yeah。大家好，今天来到回到我读高中的地方，今天做一些训练，就是个好兄弟，一些帮手，我们一会儿做一些球场训练。昨天、前天、大前天，这星期都练了，所以今天是我训练周的最后一天的大强度几天，然后明天稍微轻松一点，所以今天一会儿得好好练一下。对，今天带了喇叭，带了椰子水，带了我的矿物质水，对 ，Volvic 那个水吸收的不错，都对，准备活动开了，一会儿见，进步不能停。
先去练点力量，然后我们去采访一下我朋友 James， 看他感觉怎么样。我们做个采访，做个采访，透点气，采访。How do you feel? You can use English better. I mean, I haven't hooped in a month, so I've only been in the weight room, but you gotta be on the court. That's different training with professionals. I can't even breathe right now, literally. 他刚才去洗手间吐了三次，四次，都是酸的，就是没吃东西早上，但还是有东西要吐。Crazy. 来，我们现在准备去练点力量。确实，我们准备去练点力量。他就这样是最快的方式 get back in shape， 就是通过这样的打球，所以再练他几次就状态就回来了。我先，你们先进去，我透透气。这周有麻醉头。
my song. And no one can take it away. It's been so long, but now you're here. Here to stay.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find your dreams come true.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what it means.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what it means.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find your dreams. And I wonder, I've been waiting on this my whole life, life. Ever wonder what it all really means? You wonder if you ever find your dreams.